这一看就是新朋友，这就是没看到我以前的直播。我以前玩的比这嗨，这是哪到哪？确认这个穿上能播吗？因为我不知道它上面这个印花是一个什么什么尺度。让我开个大眼给你们斗鸡眼吧，这样看得更明显是吧？刘宇宁斗鸡眼来啊！这叫斗鸡眼。我得说些什么玩意儿啊？说老婆就是爱哭，你叫我老婆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是缺心眼吧？你是有病？妈！有朋友，我室友打呼噜，你把你的手机声音开大点，快！你现在把你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。哎，这位朋友，你室友说你打呼噜，哎，他黑你，他在网上黑你，他说你平时睡觉打呼噜，哈哈。憋死我了！当超级英雄也很累，只要这玩意儿就是纯塑料的，缺氧。我先去看看隔壁怎么回事，等我啊。不是，我怎么那么讨厌你们在那骗我呢？我每次直播就有那几个倒霉蛋在那告我上热搜了，我一个瓶盖扔你脸上。七夕节你让你宁哥唱分手快乐，你是不是在那报复社会呢？哼，我过不了七夕，你们也别想过。别有这种心态啊，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都要善良，你要感激每一个身边过得幸福的人。所以呢，唱一首这个体面。哎，算了，不唱这个了，正儿八经的啊，这不闹了啊，不闹，唱个正儿八经的，叫说散就散。你们困不困？你困你们就说啊，别跟我不好意思。困不困？困啊，困过熬的挺的，我没下播你困什么困？熬住啊，节目单上的歌没唱完呢，我熬的。弄了一下发型，结果非常的杀马特。狗叫一般狗怎么叫？朋友们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叫声是什么呢？是英文，因为他们发音是什么呢？ F， 但狗是这样的。演霸总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得莫名其妙的露出一些坏笑，要不不笑，要不就板个脸，要不一笑就是那种，哼，必须把这个头一低，就是，哼，你不好好学习，你长大你看看好吗？挑大分的，就你挑大分你都分不清几桶，还不好好学习，不想上学，你那飘了你，你喜欢自己去买去，你上我的要好吗？抽奖还抽奖，我家有单独有房子，你要不要抽奖送出去？有朋友说你这个衣服像泳衣，你说完之后我真的还觉得有点像。指什么东西？我基本不会这样指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不会这么指，我一定会用手指。我就说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唱个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来不了。我经历过社会的洗礼，这种东西我自己都能打我自己。我就要给你变成青蛙，我想给你。你要现在在我面前，我直接给你变成青蛙呀，直接给你麻辣了，给你。有很多朋友们说今天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跟你聊不了太深的，这位朋友，你呀，就是这种高级直播，你有点看不懂。这是最时尚的一个直播间，非常的 fashion。大年多余了，一键三连，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。